我敢不敢过去啊？快去快去，快上！那个，我喜欢你。你幼稚啊！那，姐姐姐。你家不住这边吧？路上黑不安全。每天都黑，习惯了。那我可以每天都送你。这是什么呀？是为了庆祝你们俩在一起特意买的奶油味小甜酒，百利新款庆益甜酒，保持了经典的奶油风味，又降低了 40% 的卡路里和含糖量，减肥也可以喝，比较轻负担。现在去点头 APP 搜百利直播间，就能零元抢一整瓶，非常划算。他是你生你的满生我今天没约定，没有那三瓶就在学期了，那你不要和他赌输了吧。看不出来啊，盛小薇追女生还真有意思。有啊，怎么追的呀？追女孩还不简单，就两个字，认真。所以你说喜欢我只是为了打赌是吗？跟我走。你干嘛啊？你放手，你到底想干嘛啊？哎，打赌是真的，但喜欢你也是真的。原谅我不可自拔，可能不经意看你一眼吧，别从此都会惊吓，十分科技不够发达。哎，那个女生长得真可爱。陪你从小长大。男的可以，我问你干嘛？在聊什么呢？我们在打赌，谁先追到那个女生。这有什么不的？差我今天就能追到，吹牛吧？你就吹吧。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只不过借着打赌的机会追你而已。哎，你们怎么偷听啊？这下好了，脸都丢光了。原谅我不可自拔，可能不经意看你一眼，心里石头都会落下。